这些是哪里？是要做什么的？这是聊天室睡的，跟阿公阿妈的。要聊天室睡的，对不对？还有阿公阿妈。好，就是我们的客房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公阿妈，我是蕾蕾 ，Hello。这边是厕所，这是谁在常常在用的？大家哦，大家给客人用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就是一间小小间的，他们英文叫做 half bath， 就是半套的卫浴。这个是有吹风的，这个电热是有。你看看，你看看那张，可以很凉吗？不会很凉。好，这边是吃饭的。这个是桌子，我们家的客厅，还有餐厅。妈妈，你都在这边做什么？我在这边看妈咪煮什么好吃的。那你还会怎样？我要问我的妈咪说好香，这样子。那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做 waffle 跟 pancake。真的哦，早餐都你负责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那你要不要去介绍你的玩具给大家看呢？好。哇、哦，这边有什么？画图的，这是水彩画的，那已经干了。嗯哼，是你前几天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画什么？你可以跟大家讲。这是 Elsa。好。这边很多魔法。很多魔法，好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我的推车。嗯哼。这里面装很多东西，还有这个 unicorn 可以画图的。嗯，哦，那我知道你表演跳那个 unicorn 的那个。我知道怎么跳哦，好，大家看我。好，那你把它收回去好不好？好。还有什么？这个绿色的这个叫做什么？圆圆。好，我知道怎么跳哦。好，请跳。好，可以下来咯。好，我们继续介绍。这是我的小象。你的 Dumbo 对不对？ Dumbo。 好，那我跟你说，我们介绍这个给大家看看，就是 fireplace， 就是一个壁炉，它可以做什么的？它可以烧火。它可以烧火，那你知道开关在哪里吗？你看你把它打开，它就这样。但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火。它是真的火，对，但它整个造景是假的，它是吃瓦斯的，也有那种可以用真的木头来烧的那一种，就是你跟着要去买。但这个呢，它只是做一个假的造景的感觉，然后其实里面是瓦斯。对，不行摸，因为之前蕾蕾有被这个怎样烫到？你有被烫到吗？有啊。你摸哪里？你来跟大家说哪里不可以摸？你用纸的就好。什么都不行摸。很烫，对不对？很烫。好，那你把它关起来吧。这个是装酒的冰箱，现在不行打开，因为爸比可能会生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爸比的东西。就是它是一个，蕾蕾爸爸他会自己酿啤酒或者是红酒，但一般是啤酒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家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，像酒吧这样子，你的一个 handle 你就自己拉下来就可以有那种啤酒，马上就可以喝，然后在这个里面。这个冰箱里面这样子。好，那还有哪里呢？你还有哪里要跟大家介绍？这个是喝一杯喝水的，那个红色的对不对？对。那个呢是bird feeder， 就是喂小鸟喝水的。那也是蕾蕾爸他很闲，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里面它是类似像那种糖水这样的，大概每隔10天两个礼拜就要换一次水，然后我们家就是不定时的会有小鸟，有一种鸟叫做 hummingbird， 会来喝水，然后蕾蕾就吃早餐或是干嘛，他就可以在那边看他喝水这样。再给大家看他厨房，之前可能在 IG 你们有看到，就是厨房在这边，就是蕾蕾会在这个各种岛这边做，可能是 waffle 啊，或是 pancake， 或是一些有的没有的。这里面是做什么的？这里面是放一些什么饼干的啊，餐厅做的。
就有点像是那种橱柜，怎么讲，储藏室。但是你最喜欢的什么？那一罐是什么？你告诉大家。嗯，是 peanut butter。peanut butter 就是花生酱，对不对？那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。我们这个房子呢，基本上是在去年的12月才买的。那买了大概约2个多月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台湾了。所以房子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整理，有很多箱子还是在车库里面，然后还需要再把打开把东西归位。目前就是大概就是简单住这样。然后我必须说，有小孩子的家真的很难整齐，就是你收一个，他就会拿出来一个。我们家这边有几个房间，你跟大家说。4个房间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先介绍。我的房间。好，还有小小声，他上班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做什么的？你在干嘛？他今天就是。出来说好吗？出来说，刚那间做什么的？开电脑。开电脑，宝贝在里面做什么？工作。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蕾蕾宝宝现在是在家里工作，那平常白天他就是在那个房间，就是他的办公室。那我们那一间就不多看，因为他现在在上班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介绍好吗？另外一间，走吧。这间是哪里？是要做什么的？睡的跟阿公阿嬷，聊天室睡的，对不对？还有阿公阿嬷，好，就是我们的客房。这个是照片，这个是柜子，这里面可以放一些东西。它这是运动妈咪运动的球，妈咪在旁边。妈咪都还没运动这件事，不用告诉大家好吗？好，那一天我们在机场的时候，蕾蕾有说我们家很多房间。最近就是要给聊天室睡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聊天室1000多人，你们就睡这边吧。好，在这边有要跳舞给大家看吗？那个房间顺便可以跳舞，对不对？还是要不要唱一下《跨山羊盖比丘》？真的吗？唱一下啦，表演一下，可以开始。跨山羊盖比丘，大家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介绍下一个地方了。好，走。大家，我们要去我的房间。哇，来了吗？这一间就是谁的房间呢？我的房间。好。还有这个可以讲话。嗯哼，这是一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可以讲话，讲到妈咪那边。嗯哼，它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宝宝的对讲机。所以就是他，我半夜有起来，或是他需要我做什么时候，他就可以跟我讲话，这样。这是我的一个玩具的茶杯。嗯哼，可以喝茶的吗？那你现在倒一杯，请大家喝。好，那请大家喝吗？嗯哼。那是做什么的？哦，茶叶是不是？好，要请谁喝？请大家喝。请大家喝茶，什么来蕾蕾的房间喝茶吗？对。那还有什么要跟大家介绍？这是我家的化妆的。嗯，好，那你平常怎么化妆？你可以画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好的。平常是怎么画的？给大家看一下。哇哦。跟妈咪一模一样。哦，真的？还需要画哪里？哦，这擦的什么？你给镜头看一下。哇，我觉得超美，超级美。你的房间还没介绍完呢，太太。这是我的小兔子。你最爱的小兔子，对不对？好。嗯。好。这是我的破，那个可以开关的，可以给大家看破怎么样？好啊，你可以给大家看破。哇。然后是他去年的圣诞节收到的一个礼物，他非常的喜欢。很夸张哎！好，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那一只呢？大猪。哎，太太，
那一只很大只的熊。对，它什么熊？是有一个干妈送给妈咪，哪一个干妈？后来不知道。是小的。对呀、啊，是干妈送给妈咪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只熊，这只文熊它非常大，你要不要把它抱出来给大家看它有多大？你把它抱起来哦。哇，超级大，超级大，对不对？它重不重？重呀。很重，那你把它抱起来。哇，这么大力气。因为我本人很喜欢维尼熊，所以当时这只好像是不知道迪士尼几年的时候，然后整个 Disney Store 只有三只，然后那时候干妈就买了一只送给我，一只好像在店里，然后另外一只不知道在哪里，反正 anyway 我就拥有这一只，然后当然不可能把它丢掉啊，然后之后就本来是我的都一直在我房间，然后蕾蕾出生之后就给他这样。以前我都抱不动，以前小时候他把我压倒，我就哭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小时候会怕，因为他太大。原则上，这就是蕾蕾的房间，这里是他的衣柜，我就不打开来全部了。然后上面呢有他的名字，然后跟一些他小时候的一些照片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厕所，然后这是蕾蕾自己的专属的厕所，然后我们一样，就是比较特别是这里有一个跳高的屋顶，天花板有那个 skylight。好，这一间是谁的房间？妈咪的。你帮我开灯好吗？你会开灯吗？这是我们家，这是我房间的 closet。是我们家的狗，小狗会睡在那边，妹妹叫做妹妹，对，是妹妹，对不对？她是我的 closet， 也是妹妹的房间，她非常喜欢睡在更衣室里面，非常的喜欢。哎呦，我很喜欢她。没有，你们俩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主卧室有一个厕所，就是有一个 shower， 然后一个 double sink， 就是两个洗手台这样子。然后跟那个浴缸，好 ，OK， 那 today 我们介绍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收看，打开小铃铛，跟follow我的 IG， 大家拜拜。